厨房墙面多油腻，安装前需彻底清洁干净。先用抹布加洗洁精反复擦拭，去除油污，再用湿布擦掉残留物，最后用纸巾擦干墙面水分，静待一小时，待墙面彻底晾干。从螺丝包中取出大螺丝组装横杆，取出免钉贴，先拧下螺母，再安装上支架。撕下免钉贴背胶贴膜，注意手指不要碰触胶面，以免影响粘性。上墙时，免钉贴不要贴在墙缝或砖缝上。固定后重新拧开螺母，卸下支架。用力按压免钉贴，将空气挤压出来。再次装上架子，并拧紧螺母。最后扣上底板，完成安装。